嗱，天口庆冇胃口嘅，煲翻个韩式泡菜排骨汤，酸酸辣辣够晒开胃。排骨用生粉油腌半个钟，煎到两面金黄。我试过咁多只牌子，呢只泡菜真系最好食噶啦，酸辣味调得啱啱好，而且好清爽。大葱白要俾多啲个汤先至够甜，豉油提鲜，跟住俾啲盐，是但一只韩式辣酱放一匙羹，炒下佢再落滚水，水滚就得噶啦。一定要买嫩豆腐先至好食嘅，滚起就可以噶啦，酸酸辣辣又开胃，自己煮一些生活，听日都要加油啊！